大家好，我是 Mina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在洛杉矶北部的城市 Santa Clarita 来参观一个托尔兄弟全新开发的一片社区。那我们今天要参观它的 Sierra 这个社区，它呢是位于 Santa Clarita 的一个叫做 Plum Canyon 梅子谷的一个地方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的外观整体感觉呢，跟之前的 Potter Ranch 那个社区非常的像。那托尔兄弟一般选取的新开发的地段都不会很差，这边的学区不错，那么地税呢又很低，因为是没有城建税的，它的地税呢只有1.2%。那这是一个铁门社区，它的物业费又没有很贵，物业费呢只有200美金一个月，但是你呢享有铁门设施，整个设施呢是非常的安全。那么社区呢依山而建，四周环山，社区本身呢有泳池、会所，供社区的住户使用。那么这个社区的它的价钱目前呢刚刚出到第六期，它是70多万美金的售价哈，所以这个价钱买到托尔兄弟的新开发的社区，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，你有没有心动呢？那我们今天要参观它的 Turney 这个户型，是它 Sierra 的第二栋样板房，五房四卫，双车库，2473尺，双层独栋别墅，它的售价呢仅71万起。不过目前这一期已经售罄了，下一期呢大概一两周左右就会出，不过呢有长长的等待名单，我们要提前上等待名单才能优先拿房哦。那如果想知道更多上等待名单的信息呢，欢迎联系我 Mina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参观一下吧。
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看房视频。如果不了解 Santa Clarita 这个城市的小伙伴呢，我可以给你简单的介绍一下。那这个城市呢，它位于洛杉矶 downtown 西北部大概30英里的地方。那么该城市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，相信很多小伙伴可能都听过啊，就是 Six Magic Mountain， 也就是六旗魔术山。那么六旗魔术山呢是一个游乐园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过山车。那么之前没有疫情的时候呢， Mina 个人也是很喜欢去那边玩耍的。这个城市呢人口还是比较多的，它有大概22万的人口，据2019年调查哈。那么托尔社区呢，这个社区里面有六种户型，如果对这栋户型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我，如果这栋户型不感兴趣的话，我们可以继续看看其他的户型。那么关注我的频道，每天呢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户型给大家参考。好了，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，我是 Mina， 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